有粗道细，行者行细，他这个转折处提按，向左下方斜行笔，横托住两个竖的笔画，第一个撇短一点，相对要比第一个撇要长，都在中间竖画，撇短一点，捺由轻到重向右下方斜行笔，要长一点，撇收捺放，这宽窄对比，高低要错位，上面这部分的话要宽扁点，不能写得很高，横要左低右高，竖画要垂直，这两个要高低要稍微错位一点，里面横画不要写太粗，所以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这个横最长两点要呼应，所以撇有粗到细，捺有细到粗，向右下方伸展，撇短捺长，这高低是要错位，捺笔应该更靠下一点，两个横画，第一个短，第二个长，竖画在横画中间，也是在这个撇和捺的交叉点的正下方，竖画要垂直，口上宽下窄到梯形，横拖住这个竖的笔画，注意我们看一下，这两个竖往中间斜，间距基本相等，第一个撇我们看一下要写的短小，要平一点，横左低右高，竖钩是在撇的正下方，勾出去，撇起笔要靠上一点，不要太长，点给这个空间留出来，竖画尽量往上面靠，短小一点，竖钩两头粗中间细，要垂直，这两个高低要错位，所以把下面空间留大。